水果忍者，我们要讲更详细一点的东西。我已经跟你们讲玩法，他现在已经出到一个怎么讲啊？蛮多东西的，而且应该是可以绑定的吧？对不对？我先跟你们讲一下那个里面的那个道具好了。反正真的是一直是更新啊，哇天啊！要不然我们就从最基础的讲啊。那我觉得最少是它一直更新，它就是有一种有被它讲混混哦。所以我们正常我们来讲是去算多人模式的嘛，是吗？游戏速度要快一点，然后游戏时间嘛，不要太长。好，这样比是不是？哦天啊，而且他可以跟人家对战哦，30秒的时间，你也不用说他很单机啦吼。他忍者水果就是一个跟根据跨区一样，就很早的热门游戏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他的分数比我们高啊？平手。哎、哈，才不跟你玩呢。蚕对决是什么意思？啊，所以我们用错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遇到谁啊？那我们遇到谁啊？点选部署。哎呦，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啊，无聊。阶级是什么？哎、欸，他有每周排行榜，残疾呢？经典是吗？嗯。